如果你能够去当义工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比自己更需要的人，也会激励自己一起成长起来。我是秀凤，我是乳癌康复者。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患上这个癌症的，成为那个患者。在化疗当中的时候会有副作用啊，对我的身体来讲啊，我是非常煎熬咯，我也不爱出气啦，也很难面对人啊。我自己去上网看到365，然后他就介绍我有 ADVD， 他就问我要不要参加，我就说好啊，我就参加了。那个活动有爱心午餐的，然后还有那些健康讲座，还有排毒体操，然后还有那个形象改造。老师就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病人，要开始改变自己的形象，让自己开心过来。当我在365这些所有的课程当中看见义工们啊，他很照顾我们这些的患者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有爱心这样子。其实我是鼓励这些生命斗士啦，如果你已经康复了，能够自己可以帮助鼓励到别人，让他们也鼓励他们能够成为义工。虽然说我是义工，但是我还会被他们激励自己更加坚强。如果你能够去当义工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比自己更需要的人，也会激励自己一起成长起来了。